Digital currency has become a buzzword these days, but what is it? Let's check it out here at the 4th Digital China Summit here in Fujian Province. 您已经支付成功，谢谢。主要还是有三个优势，那第一个就是数字人民币是支持双离线的，那么在网络不好，比方说您在万米高空在飞机上，您就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双离线的硬件钱包来完成可信赖的支付，那你在在线的时候呢，也可以进行同步。第二个，它的资金转移不依赖于传统的银行卡。 第三，可控匿名。那它可控就体现在数字人民币可以实名，也可以不实名。那仅通过一个手机号，您也可以开立一个钱包，同时您也可以登记身份证，但是您的身份证件信息不会透露给其他机构。实名的同时，也保证了用户的隐私。